太极拳、太极剑数百年来流行在我国民间，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和良好的健身养生作用，为弘扬我国文化遗产，满足新世纪人们的健身养生需要，我公司特邀第11届亚运会太极拳表演总编导、国家太极拳太极剑比赛总裁判长、国际级武术裁判、我国著名太极拳家、中国人民大学体育部教授李德印先生主讲，并与他的学生91年首届世界武术锦标赛女子太极拳冠军、第3届亚洲太极拳锦标赛、第12届亚运会及全国太极拳大赛女子多连冠保持者，共获国内外大赛31枚金牌，被称为太极女神的高佳敏小姐，93年第2届世界武术锦标赛男子太极拳冠军、第11届亚运会及全国太极拳太极剑大赛男子多连冠保持者，获国内外大赛30枚金牌，被誉为太极王子称号的陈思坦先生，及95年第3届世界武术锦标赛太极拳女子冠军、94、95、96全国武术锦标赛太极拳金牌获得者范雪萍小姐，以及全国大学生运动会太极拳冠军、北京理工大学硕士研究生苏任峰小姐，分别示范表演录制了这套杨氏40式太极拳、国家体委审定的42式太极拳竞赛套路、孙氏73式太极拳、传统杨氏88式太极拳、49式武当太极剑及56式杨氏太极剑等太极拳太极剑系列教学录像带，及目前市面流行的超高清晰度的 VCD 片，供广大爱好者学习欣赏及珍藏。本系列片逐段逐动分解讲解，仔细示范清楚正背面教学，重点提示太极拳太极剑中的手型、剑法、步型、步法、腿型及基本技术要领，表达太极拳动作柔缓如行云流水，打拳时心静体松，意念清晰，呼吸均匀，动中愈静，达到健身养生防身之效果。42式太极拳是中国武术研究院为适应国内外武术竞赛活动的开展，组织太极拳专家和优秀的教练员、运动员集体编定的一个太极拳竞赛套路。这套太极拳取材广泛，不限于一家一派，它综合表现了太极拳的运动风格和特点，反映了当今太极拳竞技运动的技术水平和运动员的能力。这套太极拳不仅内容充实，动作规范，结构严谨，布局合理，而且在内容、组别、时间、数量上都符合太极拳武术竞赛规则的要求。它是近年来国内外太极拳比赛，包括亚运会、东亚运动会太极拳比赛的规定套路。这套套路不仅推动了、规范了太极拳的竞赛活动，而且对全民健身当中的太极拳活动也是一个推动和提高，受到了广大太极拳爱好者的欢迎。下面请大家先欣赏一下42式太极拳竞赛套路的全套动作演练。
第一段教学。第一段包括十个动作：一、起势；二、右篮雀尾；三、左单边；四、提手；五、白鹤亮翅；六、楼西奥步。七、贴身锤；八、捋脊式；九、进步斑斓锤；十、如风似壁。下面我们对第一段动作进行一些分解说明。一、起势，左脚分开，两臂前平举，屈腿向下按掌。二、右篮雀尾，转腰抱手提脚向前上步，弓步捧手，抱手收脚，右转身向前上步，弓步捧手，挥臂前摆，坐腿后捋，胸前搭手，弓步前挤，坐腿摆臂平匀，转身丁步收脚按掌。第三动，左单边，勾手转身上步，弓步推掌。第四动，提手，坐腿转腰摆臂，坐腿挥臂，虚步合手。第五动，白鹤亮翅，转腰抱手撤脚，坐腿转腰分手，虚步亮掌。第六动，搂膝奥步，摆手转腰挥臂交叉摆手，上步向前，弓步搂手推掌。第二个搂膝奥步，撇脚转腰，摆臂收脚，上步屈臂，弓步搂手推掌。第七动，撇身锤，转腰撇脚，收脚摆臂握拳，斜前方上步，弓步撇拳，方向是左前方45度左右。第八动，捋脊式，扣脚穿掌，弓步磨掌，收脚后捋，搭手出脚上步，弓步前挤。第二个捋脊式，扣脚摆手穿磨掌，弓腿捋手收脚，上步搭手，弓步前挤。两个弓步前挤的方向都是斜前方45度左右。第九动，进步斑斓锤，撇脚转腰分手，收脚握拳，摆脚扳拳，转腰挥臂，上步拦掌，
弓步打拳，正前发。第十动，如风似壁，插手翻掌，坐腿引手到胸前，弓步向前推按，后脚根部成钉步。下面请大家看一下第一段动作的背向演示。讲解一下第一段的动作要领。预备子的时候，身体自然直立，起势，左脚开立与肩同宽，两脚平行向前，举手下蹲，身体要保持中正，好像端正的坐在自己的腿上，两个手轻轻地按在腹前，右篮雀尾，向正前方弓步捧手，再抱手，两手相抱，好像抱球一样，要圆满，手臂成弧线，好像抱着一个比篮球大一点的球。右转身，弓步捧手。如果是面向南起势，现在的方向应该是正西。坐腿后捋，捋到腹前，搭手前挤，后捧，转腰，钉住按掌，左手手指轻贴到腕部。蓝雀尾的动作是太极拳的最基本的手法，包括了捧、捋、挤、按四个动作。捧手轻轻地承架住对方，捋顺势向后牵引对方，挤用前臂把对方给挤压出去，按是向前推，但是在推以前应该先轻轻地把对方引回来，双手向后引，然后再向前推按，或者是单手向后引，再单手的向前推按。捧
捋几案是太极拳的最基本的四种手法。攻防含义体现了太极拳引进落空以柔克刚的这样一个攻防原则。步行主要是弓步，但是随着动作的需要，重心坐到后腿上，再弓到前腿，弓步的时候后腿自然蹬直，前腿膝盖和脚尖大体相对，前脚尖直向前，后脚尖斜向45度到60度的样子。转身上步，随着蹬后腿，后脚跟向后蹬转，重心在两腿之间前后移动，各种流派的太极拳都把彭捋几案作为一个代表性的主要的手法，但是不同的流派在具体动作上也有所不同。我们刚才这个动作的彭，杨氏的典型动作，捋也是杨氏的动作，有的时候可以短的捋到身前，也可以呢捋到身后，挤两个手要撑满，也是一个前手，力点在前臂的外侧，向后平匀后膨，单手前按，这是一个无视太极拳的后引前按的动作。杨氏太极拳双手后引，然后向前推按，所以我们这个动作手法是由杨氏和吴氏的综合组成的。那么在步法上没有采取简单的吴氏的按掌的动作，而是我们收脚成了一个后钉步，这样的步行是孙氏太极拳的典型的步行，所以我们这个蓝雀尾的动作是柔和了杨氏的手法、吴氏的手法以及孙氏的步法。步行出现了弓步，也出现了这样向后点地的钉步，前脚为实主要支撑体重，后脚轻轻的辅助支撑。下面一个动作单边勾手提脚转身上步，弓步推掌，这是典型的杨氏动作。提手坐腿摆手，坐腿再微微的再带回来，右前方两手相合，两臂相对侧臂展，这个动作的攻防含义是合手撅臂，前手指尖与眉间同高，方向斜右前方30度左右。白鹤亮翅，转身摆手，后脚微微的向后移动，坐腿分手虚步，
亮掌，两手仍然要半屈成弧，这个动作也是虚步，重心在后腿，前脚掌虚点地面。刚才的起手也是虚步，脚跟着地，脚尖翘起。太极拳的虚步两种在不同的姿势上采用的方式也是不一样的。搂膝傲步，摆动两手，腰向右转，提脚上步，搂推手。第二，提脚转腰上步，搂手推掌。搂膝傲步的动作的攻防含义，下手搂开对方的进攻，对方用腿或者用拳打来，下边搂开，经过腹前和膝的上方，另外一只手经过肩上耳旁向前推出去。弓步的时候，为了重心稳定，注意两脚保持一定的宽度，不要踩在一条线上，更不要两腿交叉，身体歪扭，重心不稳。傲弓步，两脚宽度要大一点，以利于呢松腰松胯，重心稳定。所以上步要跨在中线的另一侧，骑在中轴线上。下面一个动作，撇身锤，撇脚转腰分手，收脚握拳，举拳上步，弓步劈打。打击的目标是对方的头，力点在拳背。劈打方向呢是左前方，大概正东偏北45度。捋脊式，扣脚穿掌魔掌过渡，捋回来，收脚捋回来，向前上步。第二个也是一样，扣脚穿抹，捋手收脚，上步搭手，弓步前挤。捋脊式是把蓝雀尾的彭捋脊案的捋和脊抽出来了，专门练习。在推手当中，常常是在捋引对方的时候，对方向后挣脱，然后马上扳手捋进，这是在推手当中常用的，顺势牵引不成，马上向前脊放。捋的时候两手斜相对，搭手到胸前，不要撑满。在挤的时候两臂有一个由屈而伸满的过程，腰腿臂三者的力量合在一起。我们刚才做的这几个动作大都是采用的杨式的手法步伐，所以呢动作比较平稳均匀柔和连贯。下面一个动作是斑斓锤，撇脚转腰分手，收脚
握拳，单拳撇脚，摆手收脚，上步拦掌，弓步打拳，搬拦锤，锤就是拳的意思。这里面包括三个攻防的小动作，搬拦都是防守动作，是格挡，向外搬开，向内把对方拦住，搬拦最后还击，向前直打也叫冲拳，向前冲打。所以我们这个动作是包括了搬拳，或者向外搬，或者是搬压，在这里的呢是搬而后压，摆手收拳，上步拦掌，拦截也是格挡，弓步打拳。注意弓步也要留有适当的宽度，不要踩在一条线上，上体紧张歪扭。第一段的最后一个动作是如风似壁，手法是先首先从这儿插上，两手翻转收引，向前推按。这个动作又是体现了太极拳引进落空的攻防原则，对方向我进攻，我随时向后收缩收缩，边收缩两臂边旋转，把对方引进来，使对方落空，重心失控，然后翻手趁势挤出去。动作柔和来做就是这样，擦手旋臂屈收，翻转到胸前，弓步前按，第二次出现了丁步，第一次出现是单手前按，现在是双手前按，手法还是杨氏的双手前按的手法，但是步伐仍然采用了孙氏的收脚跟步的步伐，上体仍然保持正直，屈腿落胯。第一段应该说我们出现了几种常用的步型，预备式两脚并立，起式两脚分开叫开立步，蹲下来叫马步，蓝雀尾弓步，转身上脚还是弓步。丁步、虚步、脚前掌着地的虚步、这几种步型都是太极拳当中的常见的步型，不管是什么步型和运转过程当中的什么步法，都要保持起脚要轻，重心要稳，落脚呢也要点起点落，重心要控制好，身形身法要保持中正安舒，支撑腿要屈坐，叫做屈腿落胯，保持呢上身好像端正的坐在腿上，一般来说是重心虚实分明的，不管是虚步也好还是弓步也好，要避免在步伐移动当中猛起重落，或者是前伏后仰、左歪右斜、
就失去了太极拳的要领。好，第一段我们就讲解这些。第二段一共有八个动作，十一开合手，十二右单边，十三肘底锤，十四转身推打，十五玉女穿梭，左蹬脚，十七严守红锤，十八野马分鬃，下面我们对第二段动作做一些分解说明。十一动开合手，一转身开手，二提脚合手，十二动右单边开脚，侧弓步分手，十三动肘底锤，坐腿摆掌，提脚抱手，上步调掌，根部裸手，虚步劈掌，十四动转身推掌，退步转身，上步屈臂，根部推掌，第二个转身推掌，第十五动玉女穿梭，转身退步探掌，撤步捋手，上步平云手，上步架推掌，方向是斜前方，第二个玉女穿梭，扣脚穿抹，捋手收脚，根部平匀，坐腿平匀，弓步架推掌，方向是左斜前方，两个左右穿梭都是斜方向45度。第十六动左右蹬脚，穿手分手抱手，右蹬脚屈收下落，穿手分手抱手提脚，左蹬脚方向是斜前方，十七动严守红锤，并手落脚，擦步按掌，马步分手合眼，弓步冲拳，弓步的方向是左斜前方，冲拳的方向是右斜前方。十八动野马分鬃，带手缠绕，马步裂掌折叠，左摆掌，收脚
上部穿靠，撇脚侧撑，上部穿靠。下面再请大家看一下第二段动作的背向演示。下面我讲解一下第二段的动作要领。第二段的八个动作主要体现了孙氏太极拳和陈氏太极拳的风格特点，特别是头几个动作以孙氏太极拳的风格为主。孙氏太极拳是太极拳当中的一个很重要的流派，在动作表现上它常常表现为开合手的开合衔接，特别是在转身动作以后常常采取开手合手来过渡。开合手的掌型还是和杨氏太极拳的掌型一样，五指自然伸直分开，虎口撑圆，掌心相对，曲腕平行拉开，虎口拉到与肩同宽，然后再合拢。第二个特点呢，孙氏太极拳的转换简洁，特别是在转身的动作。如果我们说杨氏太极拳的转身常常要重心有明显的前弓后坐，比如转身重心移到左边来，移到右边去，再提腿，再转换180度。孙氏呢常常是用一种根部脚一拧过来，脚拧转过来，所以呢在转换上是比较简洁的。孙氏太极拳的另外一个特点是步法灵活，迈步的时候还是像猫形轻起轻落，但是呢随手就是逢进必跟，逢退呢必收，所以它是进跟退撤，步子经常是这样大大大大啊，收步跟步这样呢，所以孙氏太极拳常常也被人们叫做活步太极拳，也有人呢把它叫做开合的太极拳，都是根据它的动作的内容特色啊来给它的一个别名。那么下面我们来看看这几个动作。入风四臂，这儿做了一个根部，也就是
收脚根部成了一个孙氏的丁部复形。下边就是转身开合手，一后脚跟内转，上体转九十度，同时呢左脚尖内扣，变成了一个两脚平行的小并步。如果再转回去的话，你看向右转，一个脚脚跟为轴，一个脚脚尖为轴，脚前掌为轴，手呢一脚跟内转，左脚尖内扣，同时两个手打开开手，二合手与头同宽，同时再把右脚跟再提起来。再看一遍转身开合手的动作，一二，这个动作做完了。在做孙氏的开合手的时候，腕部不要松软，不要一二或者是一二，孙氏太极拳的开合手应该永远保持在手心掌心相对的情况下，好像两个手掐住一个球，球膨胀，两手撑开，球软缩，两手随之内合。转身开合，一二，单边，一右脚侧开稍偏后，两手翻转向前，二两手左右分开，步行是侧弓步，两掌与肩同高，手心转向外。所谓侧弓步的要领是两个脚基本上是平行或者略显八字，重心偏于一侧，左侧弓步右侧弓步。方向与中线略略成三十度的斜角，这个单边也是孙氏太极拳的单边动作。杨氏太极拳的单边、吴氏太极拳的单边、陈氏常常是一个手雕裸成勾手，那个是推掌，孙氏、吴氏两个手都是掌。下面一个动作肘底锤，坐腿扣脚摆手，再坐回来抱手收脚，调掌摆脚上部，根部裸手擒腕握拳，虚部踢掌，步行和踢手的动作一样，是虚步，脚跟着地，前脚只是右手放在肘侧下方，拳眼向上，左手半屈成弧侧立掌。手法的含义是挑接拨开抓裸踢掌，这个动作的重心的身体的转换过程当中是左移右移，还是体现了杨氏太极拳的风格。下面一个动作转身推掌，脚前脚撤回，前掌点地，一个脚跟一个脚掌为轴，身体左后转，搂推收脚根部。第二个转身推掌同样是后脚脚跟着地，
前脚扣脚尖，身体向右后转，上步根部。你看这个动作非常清楚地显现了孙氏太极拳的风格，一个是转身简洁，一个是步法灵活，进跟退撤。这个动作也是孙氏的倒卷弓的动作，杨氏的直线倒卷弓，孙氏是转身走之字形的推掌后退，转身向斜后方迈步，再转身向斜后方迈步，转身向斜后方迈步，逐渐的向后移动，但是推掌的方向是正南正北，我们叫做斜进正打，斜进迈步向着西北，推掌向着正北，迈步向西南，推掌向正南。下面一个动作玉女穿梭，步法还是转身退步探掌，撤步后捋，从步法上来讲还是一个退收的过程。上步侧搭手，上步的方向是右斜前方，平匀手根部，坐腿继续向平匀向后，然后上步下推掌，方向45度左右，右前方。第二个扣脚穿模，捋回来，侧搭手上步左前方，平匀根部，坐腿平匀，左前方的架推掌。定式仍然是一个傲弓步，右手左脚在前，所以弓步的步幅要宽一点，重心要稳定一点，不要两个脚交叉上体歪扭。手法在过程当中的平匀，平匀的转换是吴氏太极拳的风格。定式还是要舒展，以杨氏的大架子为主，步法退撤进跟，通过分析你可以看到我们这个玉女穿梭的动作在手法上是吸收了杨氏吴氏的特点，步法上又表现了一定的孙氏太极拳的特点。下面一个动作是右左蹬脚，从左前方的推掌弓步继续扣脚穿掌，但是力圆分开，不要平抹，力圆分开，收脚合抱，蹬脚向右前方，再落脚斜前方落，穿分抱左前方蹬脚，两个蹬脚力点在脚跟，是蹬踹，只不过太极拳呢不采取发力，脚尖要上勾，力点要准确。最后两个动作表现的主要侧重于陈氏太极拳的风格，第十启动
叫严守洪拳。蹬脚以后收脚下落而不点地，两手合在头前。二，方掌下按，擦脚上步。三，马步，两个手从两侧摆起来，然后再缩腰、收胯、含胸、掩手。第四，转腰蹬腿，发拳，发力是陈氏太极拳的一个明显的特点。如果说杨氏太极拳是均匀柔和的话，陈氏太极拳则是有刚有柔，有快有慢。掩手红锤就是一个典型的动作，掩手在身前合掩冲拳，发拳快速有力而要放松抖弹，烫身体腰腿和拳要合成一个整体，拳打出去要放松，不要僵硬。这个动作的名称实际上是说了这个动作的内容，这个叫掩手，两手合掩保护住自己，掩盖住自己。红锤一种解释是出手见红，红色的红，锤就是拳。还有一种解释是掩手弓锤，弓骨曲臂由屈而伸，把拳打出去，所以也叫掩手弓锤。我反过向来再做一遍，大家看，蹬脚向着左前方，落脚不点地，两手合并，擦脚上步，脚跟内侧擦地而出，两手翻转交叉按于当前，重心还在右腿，然后再变成马步分合掩手，重心略偏于右腿，成为偏马步。胸要含，胯要缩，裆口要撑圆，两个胳膊要向外旋转拧裹，右拳停在左肘的内侧，两个拳心掌心都向上，腰微微向右转，然后转腰蹬腿发力，弓步的方向与左蹬脚一致，冲拳的方向和右蹬脚的方向一致，后手扣在你的腹部的左侧，掩手红锤。下面一个动作叫做饮马分鬃。第一动，悬臂转腰缠绕，先后缠绕，三，两掌由右向左折叠，突然停止。缠绕和折叠是陈氏太极拳的很明显的技术特点。说为缠绕呢，腰的明显的旋转以腰带力，手的明显的拧裹，膝部的腿和膝的明显的旋绕，整个动作给人一种好像拧麻花一样，腰要超前领着手，手向左摆出，腰又向右，在同时臂也旋拧。杨氏太极拳呢，以腰带臂，时间差没有那么大，比较平稳柔和。我们做一个形象的比方，如果把杨氏太极拳比作探戈舞，比作华尔兹舞的话，那么陈氏太极拳就更接近于 disco。 一、二、三、四、五，挪手
起脚。六，弓步穿靠。第二个野马分鬃，突腕上提，转腰，旋腕旋臂，提脚，上步。野马分鬃的攻防含义是靠，裸手翻手把对方的胳膊向侧一拉，裸住他，另外一只手伸到他的穿到他的腋下胳膊底下，同时提脚上步，然后用肩撞靠他。穿靠，靠是太极拳的八法之一，踩裂肘靠的靠，用肩把臂肘去挤靠对方，以后我们还会遇到这种手法。好，第二段我们就讲这些。